款是基于上款脚铐杆的，市场价在135左右。它的链子比刚才明显短了不少，戴上这个走路就开始受到影响了。这款是标准的制式脚镣，重量1.5公斤，也就是警察叔叔抓犯人经常使用的，市场价在260元左右。第一次戴的话，会感觉非常沉重，走起路来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但对于习惯它的人来说，戴起来比前两种脚铐舒服多了。
这款重三公斤，市场价在360元左右。这款的特点是不用钥匙就可以上锁。1.5公斤那款戴上后，如果让链子拖在地上的话，基本感觉不到重量的存在。而这款的重量主要集中在靠环上，就算坐着不动，也会给脚腕施加相当大的重量，让人变得难受。这款重5.5公斤，市场价550左右。这款听起来不重，但是如果穿着高跟鞋的话，链子拖不了地，所有的重量都要用脚腕承担。实际上，比其他10公斤、20公斤链子能拖在地上的脚镣要厉害得多。